着呢。好了，那到底谁适合买这个 Kensington TB550 的人体工学无线轨迹球呢？那到底谁适合买这个 Kensington TB550 的无线？那到底谁适合买这个 Kensington 人体工？那到底谁适合买这个 Kensington 的 TB550 人体工学无线轨迹球呢？那到底谁适合买这个 Kensington 的 TB550 无线轨迹球呢？那到底谁适合买这个 Kensington 人体工学无线轨迹球呢？就是你如果要带它出门，然后在小空间使用了，我就觉得还蛮适合。那你如果在固定地方使用，像是办公室啊，或者是家里，永远滑鼠不会带出门的话，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这个 Expert Mouse 啊，我还是觉得 Expert Mouse 会比较适合。但是你如果要带出门旅游，Expert Mouse 就会成为一个哇很大的一个行李箱占空间、背包占空间的一个庞然大物，所以你要出门旅游，你要切换各种不同装置，方便你。像是在肚子上使用啊之类的啊，或者是你要在沙发上使用啊，就是在没有很大面积的平整，或者是根本就不平整，你在肚子上使用也可以正常使用我们的轨迹球滑鼠。但是我们如果在，像在肚子上使用啊，你躺在沙发上使用啊，或者是你躺在床上使用啊，在没有平整的表面上，我没有办法用正常滑鼠的时候，那这个 TB550 我觉得就还蛮棒的。你不需要有一个完整或是一个很大的范围来这样滑来滑去，这个 TB550 就还蛮适合的。那最后到底谁适合买这 Kensington TB550 的人体工学无线轨迹球呢？那最后到底谁适合？那最后到底谁适合买这 Kensington 的？那最后到底谁适合买这 Kensington 的？那最后到底谁适合买这 Kensington 的 TB550？那最后到底谁适合买这个 Kensington 的 TB550 人体工学无线轨迹球呢？那我就分成两个大区块来分享。那最后到底谁适合买这个 Kensington TB550 的人体工学无线轨迹球呢？我们就那第一个就是你手，第一个就是你，第一个就是人体工学为出发点，就是我们有一个倾斜的角度，让你的手腕不用转这么多。那第一个就是人体工学。那第一个就是你需要人体工学，你可能已经用滑鼠跟我一样，已经用到手腕或是食指，哦，食指没有。那第一个就是人体工学啦，就是你可能跟我一样，你天天在那里电脑前面这样滑来滑去，滑到手腕已经有点受伤了，然后或者是肩膀也有点手臂，主要是手腕呢、啊。那第一个就是人体工学啦，就是我们那第一种。那第一种人就是你的手腕已经受伤的人，像是我已经之前用滑鼠滑到手腕受伤了，那这个轨迹球滑鼠就可以避免你手再这样继续滑动，让你的手腕更加恶劣，更加恶劣，病情更加恶化。那第一种人就是人，第一种人就是你的手其实已经。第一种人就是你的手可能已经受伤了，或者是你想要保护你的手腕的部分。那第一种人就是你的手腕可能已经受伤了，跟那第一种人可能就是你的手腕或那第一种人可能就是你的手腕已经受伤了，那第一种人可能就是你的手腕已经受伤了，没有办法。那第一种人可能就是你想要保护你的手腕，或者是你已经使用太久。那第一种人就是你的手腕可能已经受伤了，或者是你想要保护你的手腕，避免它在这样子桌上一直扭来扭去，用奇怪的角度使用你的电脑太久。那第一种人就是你，第一种人可能就是你的手腕已经几乎要受伤了，就是你在电脑前面长时间使用正常的滑鼠，
这样奇怪的姿势太久，你的手腕会有点受伤。那第一种人可能就像我一样，长时间在电脑前面，你滑滑鼠滑太久，你手腕已经受伤的人，那你这种滑鼠就可以不用有这个问题啦。你就是有一个倾斜的角度，手轻松的放上去，你就可以开始使用，你不用手又在那里滑来滑去，然后手腕又扭来扭去，然后造成你的手腕病情恶化这样子。那第一种人就是你的手。第一种人可能就像我一样，就是你在电脑。第一种人可能就像我一样，在电脑前面长时间的工作，那你可能你的手用正常的滑鼠。第一种人可能就是你跟我一样，那第一种人可能就跟我一样，在电脑前面长时间工作，你用正常的滑鼠滑太久，你的手腕已经有点受伤了，那你用轨迹球就不用想要滑了。那第一种人可能就像我一样，你在电脑前面长时间这样滑来滑去，用正常的滑鼠，手腕受伤了，那用轨迹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或者是减缓这个问题。那第一种人可能像我一样，就是你在电脑前面长时间工作，你这样滑来滑去，用正常滑鼠，你手腕已经有点受伤了，没有办法，就是继续这样操下去，你可能就用不了滑。那第一种人可能就是像我一样，那第一种人你可能就像我一样，你在电脑前面长时间工作，这样滑来滑去，你的手腕这样转来转去，正常的滑鼠的话，你的手腕就会很容易受伤。那你用这种人体工学滑鼠，有一个轻松的斜斜的角度，这样放上来，就可以不用动手腕的轻松使用电脑。那这是第一种需要人体工学的滑鼠。第一种人就是可能像我一样，你在电脑前面用正常的滑鼠这样滑太久，滑到你的手腕这样扭来扭去，扭到有点受伤了。那你一直这样子持续受伤也不是个问。那第一种人可能就像我一样，你在电脑前面这样用正常的滑鼠这样滑来滑去，手腕这样一扭来扭去，就手腕会有点受伤。那我们用这个人体工学的滑鼠，你就手轻松放上来，你的手腕根本不会动到它，你就这样子滑，根本轻轻松松，不会动到手腕，你的手也放在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手的姿势，而不是这样子转过来的一个奇怪的滑鼠滑的姿势。这样就可以避免你的手腕再度恶化。这样就可以避免你的手腕的问题再度恶化。我是觉得，这样就可以避免你的手腕的问题再度恶化。那第二种人呢，就是可能你要常常外出，或者是你就是没有一个平整的。那第二种人呢，这样就可以避免啊，然后这样就可以避免你的手腕再度恶化，或者是再让它扭来扭去，让你的手腕直接解体。这样就可以避免你手腕再度恶化，让你的手腕就可以持续使用啊，不会让它就直接解体。这样就可以避免你手腕再度恶化，让它这样就可以避免你手腕再度恶化。那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比较需要外出啊，或者是你要随身携带一个滑鼠，然后但是没有平整表面的人。那第二种人就是你可能需要一直移动来移动去外出啊。第二种人可能你喜欢轨迹球，但是第二种人可能就是第二第二种第二种人就是你要带着这个轨迹球到处乱跑的人。那你可能需要在公车上使用啊，在捷运上使用啊，在沙发上躺着使用啊，在床上躺着使用啊，这种奇怪的使用情况，或是在一个没有桌上太多空间的地方使用，就刚我们示范的那样子，没有太多地方可以让你这样滑来滑去的地方使用，轨迹球滑鼠就真的是非常适合你这样子躺在床上滑都可以正常使用，这样不是很棒吗？你不需要用正常的滑鼠，还要找个滑鼠垫这样子，
啊，这个轨迹球就可以随身携带了，而且它的轨迹球是不会掉出来的。所以这一款轨迹球你就可以随身携带，球也不会随意，所以这款轨迹球你就可以轻松随意携带，不会随便的球就掉出来，而且也蛮轻巧的。所以这款轨迹球你就可以轻松的随身携带，那它的球也不会轻易掉出来，它的重量也算还和蛮，所以你就可以轻松的随身携带这一款轨迹球，让你的，所以你就可以，所以你可以随身携带这一款轨迹球到处乱跑，那球也不会轻易掉出来，重量也算是蛮合理的，嗯。